在我们的那个冷却液当中呢，这个就属于一种高速石墨烯的所讲的石墨烯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冷却。我们看见那个水呢是不断的喷淋在那个空间上面，做出一个润滑。那我们所卖的冷却液就是在中间这样子，作为一个冷却的作用了。当然了，配的切碎液就是服你的客户做的材料不一样来配了。在这一种的企业，我们可以跟他谈一个什么导轨油啦、主轴油啦，跟一个冷却液三种。